很好吃吗？柠檬汁的，真的。它是稻谷的，稻谷筷子。哦，真的，真的是柠檬汁。对呀、啊。好久要吃肉。先把冰吃完吧。可是这个太硬了。好，等一下冰就融化了。那我帮你吃了。不再吃了。我是海豚吃冰棒。你要先放进去，等一下再吃。对。那我要吃肉了，没有削。